建展吸十万人潮，比店下杀幅度破万元。欢迎来到春建展二十的摊位，那是我们家最夯的 T100， 现在买的话还有再送原厂的皮套哦。拿着笔电，用亲切的笑容努力介绍，看到这么多甜美的 show girl， 就知道又有展览啦。春建展进入倒数阶段，决定是否周六，经销商也趁假日冲刺业绩。Lenovo 联想举办轻松衣大 PK 活动，邀请民众化身韩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中的轻松衣进行快问快答活动，最认真民众送 Yoga Tablet 奖品。请问一下 ，Yoga Tablet 最适合观赏影片是哪个模式？我还没说请讲答嘞。不少厂商也推出折扣刺激买气，就是要掳获消费者的荷包。好，欢迎来到台北春店展，这是摊位，这是目前最夯的监控手机，目前有价格上下500元优惠哦。有的业者除送频道等精品配件外，还送第二颗电池，甚至价格下杀幅度达6.8折。主办单位估计，至少有约10万人次进场。今天是周日，预计将会有更多人进场抢便宜。新闻综合报道。